好，我在玩 Roblox 还有我在玩一个画画的游戏，就是你要画漂亮的字，是那个上面的是时钟，还有绿色的就是停下去，还有那旁边就是并告诉你要写什么。现在我在写冰淇淋，因为上面他讲冰要写冰淇淋。OK，这是冰棒，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给他三个星星。为什么写了叉叉？给他两个的星星，因为他写的一点点漂亮。哦，可能是要三个星星。那个冰淇淋没写好，说我要选三个。哎，那是我的。给他一个星星。讲送给我诶，好，那我给他四个星我是第二名诶，好厉害哟、哦！我要用到这边第二个黄色的250个星星，好了，这是电。OK，我们要画什么？圣诞哦。用圣诞树啦。OK，现在我要土里面。红色的礼物。对，很丑，往后。我要写一个人。黑色的头发，哦，那没时间，那我要往后吧，就是27时间，或者10秒。刚好要做一点点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哦，对哦。声音快好了。
没时间，看谁赢哦。这个雪人，那好可爱，我要给他四个。那眼睛好可爱。啊，那是我的，拜托拜托拜托，我可能是第三名或者第四名。那什么，我给他一两个，我看不懂那什么帽子在那个什么黑色下面什么。哦，那圣诞树为什么好漂亮，我给他三个啦。他在写一个狗，我爱这个也是。谁赢了？哎，我是第三名呢，我刚才讲对耶。15个星星。现在我有193个星星，应该就是我。我想跳，我可以跳舞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要让你想着什么？该怎么写星星？OK， 你们知道是太空、地球，写这边。很好，现在月亮，月亮小又写月亮的地球。OK， 这样月亮是小颗颗。
它是亮亮的，所以加一点点灯。没时间写太空了。OK，这加进去。什么？给他一个。可以呀、两颗或者三颗啦。天空是黑色了吧？还可以呀、三颗。这是我的，不要告诉我什么地球水在那。Oh my gosh！我要给他0分。我快要到了，OK，我按了，按住，哦，很好，四颗。不要告诉我是第一最后一名，哦，第五名。我差过2000了，等一下是200。OK，想错了。我每天搞忘 K，攻击一，为什么击一？我可能知道该怎么写，我写看看，打的。角色细细的，为什么我写细细的好难写？可能是在我是在写手机，是在用手机写的。黑色眼睛，好大哇！在他的，在那个嘴巴，这样就好了。暂停。我买了东西，这是一个蓝色的帽檐，
看起来没带走。哎，踢球！我踢得好远呢。那 no 我球。停！我按到什么？那个母鸡好大，为什么那个小鸡好小？我没看过，那小鸡比一个母鸡那小哎。哦，那是我的。为什么那种鱼好小？陈正仪，第三名哦，还好我不是最后一名。哦，快要到了。该怎么离开？哦，断好了。他的法 ，Oh my gosh！ 啊，可以做什么？为什么这选的头发的样子，头发漂亮的样子，那斜的眼睛，头的样子 OK， 这样可以了。Oh my gosh， 他比我高哎，我有没有很矮？叮 ，OK， 来去踢球。踢啊！那球好快哟、踢！踢！踢过去 ！Yes！ 我用我的球转。
什么头的样子？嘿，弟弟。OK， 没东西。妈妈就进来了。头的样子 ，OK， 两个星星。那什么头？为什么那脸很像一个人？那个男生的脸？哦，那我画的 ，OK。请问什么？那是第二名，那头好丑。我是最后一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真的很弱画画吗？记得你刚才有看到第一次我画的就是第二名啊。等一下是不是？我又忘记了。地球，好简单啊。画一个圈圈。哦，我知道我要干嘛。拜。这样，对，很好。哇，很好。现在画水。哦，我知道，可以。我又忘记地球的水长怎么样。可以，保证好星星，星星星星亮晶晶，在天空啊哇零零。OK， 我要吃踢球了。为什么踢球是好玩的东西在里面？那边有彩虹呢，看得到吗？是在那踢球，一下就进，对吧？球丢到哪里？他像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画地球，我给他三个星星。他也是写的怪怪的。
三个星，两个星星。哦，对呀、啊，很像我们的地球，一边脏兮兮的，一边干净净的。把地球整理好了。那什么样子？一边地一个地方就出去了，对，这项我都画不好。对，那像我，拜托不是，我是最后一名，一百万，哦，我是第四名。哦，那我很难。OK， 这样过去，我自己不知道要写什么。OK。没可能进。哦，看好头的提着。提莫尼哥啊，等到提莫尼哥啊，你看我这写没东西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。我改造会很久，所以等一下。OK， 快好了。OK。
为什么我的什么呀？在这里的一百万只都是我。哎，没有我哎，好奇怪。可能会有三题或者两题。蛇。又要写眼睛，是很小的地方。Oh my god！ 我怎么写不到那个洞呢 ？OK， 这样可以吧？OK， 这样可以吧？去地球，哎，不是那边，去地球。我会听得到里面的。踢不进去，呜，踢得到进去吗？等我，球球。什么？我看那是三个星星。那瞎子吧。OK， 一个星星。
看不懂别人在写什么。一个星星，一个星星。对呢，我的。可能是我，可能是我，是我哎、欸，我是第一名。现在就有一个，因为我有247个星星。好美丽哦！我去告我的，两个，这第一个是绿的，一个是红灯呢。最后一个，哦，兔子哦，很简单。每天要写日记，就是很难写日记。可以，一点点不，一点点怪怪的，还是还可以。绿色、橘色、红色。在这边等吧。OK。一个分钟。3、2、1。那太可爱了吧！我没知道别人嫌这可爱耶。给他很多星星，没时间。没有。这没有哎，这没有兔子，你在讲什么？给他一个星星。那兔子。
小心，那等一下，那什么了？哦，我又忘记了。我又忘记了。那我就知道我是第一名，第零名。哎，我到了呢，我到了，你看上面换的，大家再见，明天见。